节快乐。佛法之旅，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。佛法之旅，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希望大家要天天念佛啊！如果你儿子18岁念佛就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快不快乐？18岁就死了哦！你不能说儿子你不能死，我先死你才死。你儿子妈你太自私了，我要去极乐世界，你干嘛不让我去？要我慢慢死啊！所以各位，我想生命活着是苦，但是有意义就好。我们要把握我们的生命，念下来。每天做功德，每天做善事。我从小时候10岁开始到今天快60岁，没有一天不至少做3件善事。我现在已经超过了，有时候达到300件了。不是我在做，我都请别人帮我做。所以叫国际烟供、国际点灯、国际供灯，都是国际的。到处要做，我带别人做，别人也做，大家同享功德啊！因为我的老师教我每天要做善事，其他的都痛苦。我活在这个世间，觉得读书为了别人读书很痛苦，我爸爸叫我考100分很痛苦，别人叫我们赚钱很痛苦，买房子很痛苦，结婚都是别人叫我们做的。
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买房子、要结婚、要生儿子这样。但是别人都告诉你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做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要跟你女儿说，女儿啊，你29岁了还没结婚，千万不要跟她讲，女儿啊，29岁千万不要结婚哦，要这样讲。你最好赶快去034，男生去观音寺，女生去034，去出家，不要跟我回家。我认识一个菩萨，他女儿去出家，他只给他讲一句话：你要出家可以，永远不要再还俗回家，你就去出家。要出家要有决心，因为回来是痛苦，等你成佛再回来，你做什么都没关系。所以各位，你学佛了，观念改变了，所以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世间是假的，暂时的。但是利用这个假的可以做很多功德，因为世间是痛苦的，我们利用这个痛苦的世间，我们唯一活着要干嘛？来，慈悲众生，唯一勤行利众生。我们唯一要努力去做的就是利益众生，不要笑人家。救人也好，盖医院也好，没有我们救蚂蚁也好啊。像我每天去浴室，哎呀，那些很久没用，因为人家招待我，那个都很一定有蚂蚁啊，蟑螂，我都要把它弄，不要伤害它，不要伤害它。乃至一只，我昨天去睡一只蟋蟀，哦，我跟他念了老半天，哇，几百万世终于结缘呢，跑到3楼来，真厉害。那你要跟他结缘，我跟他说法，慢慢给他放到外面啊。结一个缘了，好快乐啊！所以我想，我们唯一情形就是一直帮助别人。所以各位，东芝并不大，你可以到处都去帮，寺庙帮他插花、弄地板啊，穷人家帮忙照顾啊，给钱啊，这边又有，念一下，再念一次，莲花护生缘。哎呀，没事去帮师父看看师父的马呀。牛啊，羊啊，工人啊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去，村长也来了，村长也人也很慈悲啊，所以那边也可以做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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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善事，不分民族，我们缅甸是多元民族。我昨天去看到很多穿黑衣服了，对不对？哪一天你也去，我也黑的，还青，但是小孩子你给他糖果，大人你送他礼物。结缘，结缘，他是不是佛教徒都不重要，他是不是吃素没重要，结缘。那一天我们去那个有一个山上山洞下来，山下是个小小的乡村，我说大家下车下车，赶快每一家店都给他买，不要买一家店，全部都要买，买了以后干嘛？送给他们小孩，送给他们老人，等送完人快乐以后，送给狗吃。狗快乐以后呢，人家在烧火准备卖东西，给他钱火借我们，饼干丢下去做烟供。但是我说一定要送给人，你如果你不送给人做烟供，人家骂你浪费，对不对？人拿好了，小朋友拿好了，人钱赚到了，四家店都买了，大家没话讲了，做烟供。做烟供干嘛？超度他们祖先啊，他们的债主的跑出来看一下，脸凶凶的，这批外国人在干嘛呢？我赶快送他一个东西。他又没有笑又走了，没事没事，对啊，那是你难得一个乡村，可能不到100个，你要跟他结缘啊。那边有养猪的，有养狗的，有鸡啊鸭啊，我们传习法师还亲自拿着面包一直喂那只母狗啊，对不对？母狗都瘦瘦的，没吃饭嘛，对不起老菩萨，睡觉了。8点就要睡觉，好不好？我师公讲了，8点就要睡觉，2点半就要起床，开始念佛。8点睡觉我香港的师父觉光长老是8点就睡觉了，然后呢2点半就坐在大殿等我们。天哪，我都不敢去睡那边啊！2点半老和尚坐在大殿，全部人都赶快摸，赶快起来，老和尚坐在那边，天天的2点半。他说没关系啊，你们忙啊，等你们做早课啊，你看谁敢睡觉？我每次跟师父啊，你8点就睡觉，我们没办法。那你不会一样8点睡觉？
现在完蛋了，现在我们不拜佛了，我们现在拜手机啊，八点睡不着啊。所以我去山洞，好，没手机被通，真的八点就睡了。那天我们战争九点就睡了，因为没有手机，只好睡觉。所以现在人没办法修行，为什么？每天要看手机，每天要防东防西。所以各位太好了，如果我觉得睡在洞之啊，我们很羡慕，空气好不好？晚上舒不舒服？不用开冷气。离阿弥陀佛近一近，近不近？很高啊，冬至很高啊，离天上很近。所以人家说这边都是老人小孩，对啊，老人最好，对不对？我一直祈愿，赶快老，赶快老，赶快老这样。然后呢，因为赶快老，我就会放下，对不对？就会更认真念佛。人就是不认老，不认死。我还有一点漂亮，我还有一点小钱，我还没用完啊。所以各位不要想那么多，那些东西都是妄想，你没听过啊？无明妄想执着，这些都是痛苦的原因。因为你如此，你的离你的佛性，如来智慧德相佛性越来越远啊，所以哪一天我们生病了，人家都不理我们了，没钱了，那个时候你等于你就会念佛了。为什么？谁会救你？唯有诸佛菩萨，你念他，他念你；你不念他，他也念你。因为他要等，等你放下，就可以带你去极乐世界。你现在很有钱，很漂亮，很英俊，你才不念佛嘞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想念，念在嘴巴，没念在心里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我老公在哪里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还在想那个事情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保险箱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钱还在。因为师父叫我念佛啊，我只好念佛，但钱在，老公乖乖，儿子乖乖，我就念佛。所以各位，这不是念佛，念佛是就算事情发生了，放下念佛。所以我经常告诉人家，别人告诉你说你儿子撞死了，赶快阿弥陀佛帮助他，不要想别人，不要哭，不要生气啊。所以我小时候有个同学来学校哭，我说你怎么哭啊？我说我昨天回家，我家里门口被贴封条啊，我们家爸爸欠很多钱，被政府封条，不能进去睡觉了，哭啊。我这样就想说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可怜？我说干脆你来我家好了。这样还不够，后来我还真的跑到他家去看，哎呦，封条贴在那边叉叉，哇，很没面子哎。那时候你不能说与我无关，那是他，不是我，我家没问题，这样不慈悲。你要想，你就是他，你家被贴封条了，很没面子那你那个时候怎么度过你的心态？你不能说好在不是我家，那你就不会修行哦。好在不是我得癌症，别人得癌症，像我们家癌症筛检，我排16号，前面几家欢乐几家愁啊，出来笑的没事，医生说没事，换我进去以后我才知道，哇，严重啊，旁边这么多人啊，为什么？有些老护士准备安慰你的，没关系，意思如果你得癌症，他就这个老护士就拐来了。其他男护士，哇，我看出来有人在哭啊，有些人陪妈妈去，妈妈得癌症确定了，哎呀，女儿就很伤心啊。但是你不能说那不是我，什么叫空性？来，众生就是我，他的苦就是我，这个叫空性。空性不是没有，空性是接受一切，就像虚空接受一切叫空性。有了空性，你自然慈悲。这个叫念想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一心念佛。对，念佛不是自私，是念众生苦，不念自己。跟阿弥陀佛同行同愿，阿弥陀佛怎么想，怎么我就怎么想；阿弥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所以各位要经常去医院啊，老人院帮他们助念，
因为阿弥陀佛就是要帮他助念，让他脱离痛苦。啊，这个人很快乐，你帮他念佛消业障；这个人很痛苦，你叫他放下，没关系，极乐世界在等你，没痛苦的。啊，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学这个空性。啊，空性不是没有，而是什么？来，万法都是佛法，众生都跟我有缘，众生都是父母，众生的快乐才是我的快乐，众生的痛苦都是我的责任，都是我的痛苦，我离不开世界，我离不开众生，不是执着，是有关系。阿弥陀佛就是如此啊，诸佛菩萨随时把我们放在他心里面，随时关心我们的快乐痛苦。所以各位妈妈，你儿子生病，你心里痛不痛？痛。这个人在抽烟，这个人在喝酒，这个人在杀生，佛陀没有生气，他就是痛。你唯一的儿子在吸毒，要被抓去枪毙了，你痛不痛？哭。这个叫悲心。你不能说哦，好在不是我儿子，我儿子很乖。那你没有悲心。啊，悲心是一种把别人的痛苦放在你心里面，但是你不执着自己。所以我认为像今天有一位菩萨，他生了小孩，我也跟他说，我就是生一个儿子哦，我就开悟了，所以我就出家了。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怎么爱，我现在知道了，爱到心里面来。我自从有了儿子以后啊，我对我的太太，过去的太太，我非常感谢她。啊，甚至他不在我都跪在那边跟他磕头，谢谢你。因为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妈妈伟大，我不知道妈妈爱儿子是这样爱的啊，所以他们都是我生命的老师啊，让我知道这种痛，让我知道这种快乐啊，这种不舍。所以我儿子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三天没睡，我都偷偷跑去那边窗户那边看他，这样我都一直去看他，看他跟我长得有没有一样，这样啊，我看到他的眼睛，我很高兴，哇，跟我一样，眼睛小小，我不跟他妈一样，他妈眼睛好大，好漂亮，哇，如果男人像女生的眼睛就完了，啊，那意思我心态就变了，这个不是读书可以得到的，所以我在这边讲啊，我们念佛的人要做到一点，来，真爱众生，要用你的心。要勇敢的去把他爱，把他放在你心里面，不要光放一个男人啊，不要光放一个女人啊。啊，我在这边跟各位承诺，我天天都会回向给各位，直到各位去极乐世界，你一定会比我早一点去哦。啊，所以，但是你放心好了，你哪一天真的要走了，你念一下传习法师，念一下海涛法师，马上来拉你去极乐世界。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，没有为别的啊，只要真心，真心你就觉得很实在。所以我如果用真心，我到每个地方我都故意很认真，这样子我每次要走都很舍不得，就计划说我明天会来，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来啊，因为我有那个愿。但是就算我明年没来，我发了这个愿，我下辈子也会来。因为只要有妈妈在，只要有众生在，所以那一天有一位老和尚，他会打坐。缅甸很多老和尚有神通，对不对？他就会说：“哦，你怪不得会来我们大其力，你妈妈就在那个明弘，对吧？那是你妈妈在这边，所以你一定要到那边，是山洞的地方。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每个地方都有我妈妈，不丹也有妈妈，这样啊，大陆也有妈妈，台湾也有妈妈。”啊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妈妈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要把所有生命都当作自己妈妈，那种亲切、感恩、不舍得他苦，这个是最难修行的。所以很多老菩萨跟我说：“师父，我都没读书，没读佛经，我最喜欢这个。”他就不会乱想，书读多的人会乱想，会骄傲。所以我爸爸常教导我。读书不要读到背上去，读册莫读个卡塔片，我们闽南话啦。他说读书不要读到背上，你永远不会用，不会爱。你要实用，要去做。
要去接触。所以我想我们读佛经只有一个目的，来慈悲众生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因为他就是了解空性，你要去爱众生。所以我希望各位，我们东之人，我们华人，我们活在这个这么凉快的地方，这么舒服的地方，但是你要想，山下的众生很苦啊，六道轮回的众生好苦啊。我们今天有佛法，这么多法师在关心各位，所以你每天都要忙啊。所以他们就很多人跟我说，海涛法师，我跟你庙里天天都不在，我说我替你去做功德呢，我去外面赚钱给你你给我庙，那是我的责任，我很痛苦如果能够找比我更好了，你赶快送给他，我是个责任，我没办法因为我的责任就是哪里有痛苦，我就要强迫自己去接受它，因为我在修行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关心东芝的老人院、屠宰场、殡仪馆、有坟墓的地方，好不好啊？有痛苦的地方，把我们的佛的力量带去那边。我们随喜维护法师的功德，会随喜我们灵山寺慧如啊的法师，他都默默的一直做事啊，我都很不好意思啊。他们功德很大，各位出家哪怕一天，他明天还俗了，他都比你做一辈子皇帝功德还大，真的。一个人出家了，出家七天，后来第八天还俗了，他还七世做皇帝，七世升天。就算我还俗，都比你没出家好，这样意思的。所以我们要随喜他，但是内心里面就想着。如何帮助对方，如何帮助众生，请问这个是什么？念一下，地球是我家，地球是我的责任，保护地球所有众生我师父要求我每天都要拿着看地球，地球都是家，每个地方，我刚好看到南美洲，我好久没去了，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那边你是说没有办法去，你也要绕着地球一直念佛，一直，这是你要跑的。你想绕着地球跑，跑到老，跑到死，然后再来，这样而已。来地球还不错嘞，师父没叫我下地狱嘞。地球多快乐，所以我想这个叫一心念佛。什么叫一心？不是什么都不念，以大悲心。以菩提心常念阿弥陀佛，不舍众生苦，念佛念众生苦，所以念下来，念佛念众生，念心心佛众生无有分别，很重要你看到佛你不会骂他，你看到这个人做不好你就骂他你又离开念佛了你怎么对待佛的，你要以那个心来对待对方所以你老公晚上没回家，你女儿说，妈，我老公晚上打麻将没回家，好好念佛，顺便背阿弥陀经妈， 我老公一个月没回家，那背多布一点谢谢你老公，让你好好念佛，念老公就苦，念佛就快乐。所以各位，念佛要有悲心，对方越不好你要越爱他，好不好啊？我师父叫我发誓你好跪在那边发誓，恨一个人你就下地狱你去爱一个人你也下地狱，不能跟任何人谈恋爱，不能恨任何一个生命，要发这个愿再来出家，这样不能恨，他把你放火烧了你也不能恨，只能同情他他一直骂你，一直伤害你，你压力很大，但是同情他，但你不能伤害他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心念佛。大乘佛教的戒律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你要守这个戒律，不能恨众生，不能舍弃他，不能生气，不能执着他
女儿子一直打电话来，妈，妈就是儿子的阿弥陀佛，孝顺，孝顺最重要啊。所以我那天要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从来不去找他妈妈的，就那一天去找他妈妈。他妈妈，我们武功室做完晚课还不够，又到隔壁去做晚课，我会比较早，他们比较晚。结果他那一天还特别要去载妈妈，啊，结果他去载妈妈的时候要去载，被摩托车撞死了。他在哭，我说你不要哭，你儿子，我这么孝顺，从来不去理你的，今天要去载你，载你回家。我保护你，这样子死亡，他至少升天。哎，因为他儿子不是好儿子，不是好儿子，坏儿子我知道。但是坏儿子，因为他天天念佛，诸佛菩萨就安排那一天，让他儿子去吃妈妈的晚餐，又要去接妈妈回家，这样啊。他一直哭啊，那时候刚开始，他说：“我儿子从来没有这么孝顺，要回来吃我吧，又要来接我，接我回家。”居然这样撞死，我说你不要这样想。哎，就在你最坏的儿子这一辈子最好事就是那一天，死亡是他的业，但是因为他这么孝顺，结果他会升天的。你千万不要哭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安慰对方，你要有方法。哎，你要有方法，不然你讲错话，哎，嘿，对方多困两天。所以每次我都会想，佛啊，我要讲什么？我到底要讲什么对对方有帮助啊？这个状况太多了，我到底要讲什么？我到现在为他念什么？这个很好，佛会加持你，佛一定会加持你。所以以后各位，你去跟人家谈事情，这个人很不好啊，哪里不好，你不要急，像我都不急，你马上跟他讲，我都不敢讲，我就要想半天，想一天念佛，然后到在最当的时间，佛好像给我一点暗示，我才跟他讲。因为我怕得罪他，一讲不好，对方就永远不学佛了。啊，要有佛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佛的智慧，那你就有佛的心，就有佛的智慧，悲心啊，不执着，把他的痛苦成为你的责任。这个人在吸毒啊，这个人做坏事啊，这个人哪里不好啊？把他的事情很贴心，很不忍的把他的痛苦放在你心里。然后一直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个叫开智慧。啊，这个人的儿子在吸毒，怎么帮他？怎么帮他？啊，一直帮他回向啊，做烟供啊，点灯，还不知道要怎么讲，但至少要帮他。然后你就会开智慧。但是如果自私的事情不要想，哦，我女朋友打电话给我，哦，我老公要买钻戒，那个你不用想。啊，那种是欲望，我们要想的是。众生苦，好，再来还有问题。他说：“香烟如何处理如法？以学佛师兄处理以前的香烟，香烟是不好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把它烧掉，这样啊，烧掉。你不能说我不抽了，害死你，送给你抽。我要出家以前倒酒，倒到天亮都没倒完。”啊，因为我很喜欢收集全世界各国的名酒，哇，我家那个酒柜够大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出家以前，我怕我太太因为我出家伤心，没事在那边喝酒，这样，我倒到天亮倒不完，但是绝对不能送人，他们就骂我，你很浪费。我说这个酒是毒啊，烟跟酒都是毒啊，会让人家下地狱、下恶鬼道，永不得超度的。啊，念佛的人。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如果你喝酒、抽烟，绝对到不了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啊！各位要相信。再来，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以前买用的新旧衣服怎么处理？如果你觉得这个衣服很好，那可以送给别人嘛，送给别人。而且老人家记住哦，仰光的老和尚告诉我，老人家，你把你的衣服洗干净。送给其他的老人家，身体会健康。啊，就是说家里老人生病了，你用这个老人的衣服洗干净，送给其他的老人家穿，那老人家就比较舒服，所以他身体就会舒服。啊，那如果是你的女儿16岁、18岁，你希望她这辈子都不要被男人欺负，那你要把你女儿的新衣服漂亮的
供养观音菩萨，拜完以后送给人家穿，你的女儿身体不会被欺负啊，不会被欺负，就是被男人欺负啊，强奸啊，这些啊，所以衣服可以这样去送啊，你越漂亮人家当然越喜欢了啊。再来，逢年过节家人送烟酒，如何帮忙转化将危害降低？家人没学佛，佛经有说，在一本迦罗耶问佛菩萨行经啊，他说如果真的没办法，世间人过年到了送酒，那你儿子买了酒要送给他老板，不然他不能上班啊，人家不理他，那你要趁你儿子不在把酒拿过来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大悲咒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这个酒怎么喝也不会喝醉，这样就不会害他啊。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啊，因为你儿子一定会买送给人家的，那你就把他念念佛持咒帮他消业障。这边拿钱哦，来，再来，张国强、吴丽芬、张浩清全家随喜救一匹马哦，随喜功德5000块人民币，另外随喜300块人民币，总共5300元人民币，救一匹马。我们请园长代表，希望大家看到马要被杀，赶快通知我们郭园长，好不好啊？救！啊，那边有50亩呢，50亩你想想可以救多少马？啊，马比较好养，为什么？一头牛吃的草可以养3匹马，所以也很好，所以让我们东芝成为全世界最出名的救马基地，好不好啊？让全世界都跑到东芝来，来看马啊，因为这些马辛苦一辈子啦。好，再给各位5分钟，有问题的举手问川西法师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回向，好不好？明天我们就要坐飞机去仰光，何日再相逢啊？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世界变化无常的，所以但是各位记得念佛，好不好啊？发生什么事情先念佛再说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，用你的想法你会伤心，你会生气。先念佛，佛加持我们，就自然知道怎么处理事情啊。然后呢，维护法师经常在，好不好啊？问他啊，我们请维护，我这次还要留钱，又拜托我们维护法师，维护法师慈悲啊，帮我们送米啊去孤儿院。我们东芝有4000个孤儿，对不对？有8所，还送到仰光的佛学院啊，送给佛学院的学生，送给孤儿院送米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我们来捐钱，好不好？哎，捐钱分两部分，你要救马的找我们郭园长，你要送米找维护法师啊。虽然我们人走了，我们还要继续做功德。我还请维护法师，他每次帮我送米，相片就传给我，我就传到我们所有的法师，大家说哦，随喜随喜啊！为什么？全世界我不知道有没有比缅甸还便宜的米，几乎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因为我们那边买一包，这边可以买3包啊，真的啊！所以大陆同胞们，赶快哦，做功德啊！这边送米，哇，出家人很欢喜，因为他们孤儿院1000个人、2000个人，米永远不够，对不对？他们至少有米，虽然没有菜，还有米。老百姓很慈悲，种了菜还送去孤儿院，啊，送一样菜就是吃一样菜，加米而已，大家多做功德。再来，他说法师这几天你一直在讲空性，密宗的空性觉得很难，要有出离心、慈悲心后才能证的。这里也包括要修加行，你一句话就概括了，突然不知道怎么做了。他说密宗你要修多少加行，在空性，这就是禅宗的厉害，顿悟。我想修学佛法各有各的根器因缘，有些人你必须给他很多功课啊，然后他才觉得说哇
这样可以达到空性啊。那有些人呢不需要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念下来，中国人太聪明啊，这样你就懂了吧。中国人有时候不需要像西藏人这么慢慢爬了啊。所以各位，特别各位是在家人啊，如果说你天天要修家行，我看你要离婚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一样就不一样。所以我认为修行不是说你要修哪个对，而是要你有真正的善知识告诉你方法。那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用的，哎，你有那个福报，那你就三级跳快一点啊。可能要修家行，可能不用修家行，但是你要让对方了解你的根气。因为人有过去死，人有因缘啊。当然如果没有真正能够亲近善知识了，他只能用一般的方法。但一般的方法，当然我认为显教也好，密宗也好，都是大乘佛教，只是你的因缘是学什么你就学什么啊。因为你相信这样才有空性，那但是他相信你是要在生活里面去体悟，那你就可以体悟空性啊。所以叫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万法都是佛法啊，山河大地都是在跟我们说法。那你要这样去看，但是这个也要有根气，没有根气讲也没用啊。所以看个人。但是大乘佛教教你一心念佛就是空性，放下一切。所以我刚刚在讲了，我们要放下世间的分别执着，一心念佛，这个也能够快速达到消除我执。那站在藏传佛教，如果你没有时间修瞎行，那怎么办？来，意念丧失，那也是最快的方法啊。放下一切，以失智为己次，意念丧失，你也很容易达到空性啊。当然如果你为了要教育众生，那你能够把什么东西都学好，那是慈悲啊。因为每个众生根气不一样，我不能用我的根气来套你的。所以众生学英文我也学英文，众生爬楼梯我也爬楼梯，众生拜佛我也拜佛。就像释迦牟尼佛为度苦行外道，他也要示现六年苦行啊啊。所以不是释迦牟尼佛需要修苦行的，而是因为印度那个时候流行苦行啊。所以我想在不一样的环境啊，但是不要起烦恼就好了啊。我想空性是什么样子，如果你做不到，那阿底迦尊者说直接慈悲最快啊。慈悲是达到空性最快的方法，只意念担心众生苦啊。当然你愿意去研究那最好，研究各种五八经论啊，加行，为了要度众生你要有经验。如果为了自己，那针对你自己的根气，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。但是为了广度了所有众生，那这些我们都做过，不然人家不服你啊。所以在藏传佛教，你要成为一个堪布格西，这些你都要做过，你也要闭过关，不然人家不服你啊。这是因为啊，西藏人他们比较傲慢，比我们华人老实说，他就是看这个的，看这个的啊。那华人不会，华人这个师父出家半年这么慈悲，他就快乐得不得了啊。哎呀，这位法师很慈悲啊，这位法师啊很实在啊。他的感受是因为看人的心人格在感受佛法。所以这个我们华人跟西藏人，他们一个是以法为主传承，一个是以人格为主。所以我们传习法师信徒很多，那人格好，这样就解决了。海涛法师呢，人缘好。因为佛师父说了，谈不谈佛法都没关系，人缘好。我师父你这样讲，我太看不起我了。对，我读很多书的呢，啊，我一天读18个钟头的经典的呢，啊，那我师父还说，那你是靠上辈子的人缘。我现在想有道理，因为我救了这么多生命，我这么爱超度鬼道，这样，都已经结缘了啊。所以我想，这一点佛法是针对根气啊。再来，我们念很长很长的经文仪轨跟念短短，到底哪一个重要？发心最重要啊。我想仪轨什么叫
轨，就是为了训练你的发心叫仪轨，就是说让你的悲心菩提心一直不间断叫仪轨啊。所以你可以念很长的仪轨，如果你有时间，那你就维持在身口意，像佛菩萨一样。那但是就算你不能念长的仪轨，嗡阿吽，那你要念，因为嗡阿吽是三字总持啊，那是总持一切。但是不是说念短就算，因为你真是有那个悲心，而且按照如果你要讲这三个字，可以讲一部经来啊，怎么观想啊，代表什么意义，如果你有责任的话，应该去深入。现在网上很简单，你只要按下去嗡阿吽，然后就一大堆解释，看到眼睛红啊。但是如果愿意了解的，这是好事。但是概括，就像印光大师说啊，三乘经典概括一句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。但是你不能说那这样，所以我就不用研究什么。人家印光大师是闭关20年啊，然后呢深入经藏，显密圆融啊，所以他可以这样说。但是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我们绝对相信，那也可以绝对相信，只是你要达到这个信心，那个人的因缘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平常要怎么做，念下来，消除业障，累积功德，要不断的努力这个啊，然后随你的因缘，碰到短轨我就念短轨，用菩提心念啊，碰到长轨可以让我维持更久的菩提心，我更喜欢，只要时间够。所以就像做烟供，我很喜欢做，我一个人我也做，点着我看到那个烟供，我就很兴奋，然后我就一直念啊，走路也念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正在吃啊，太快乐了啊，他正在得到这个药啊，然后我跟他念什么对他都有帮助。不是说哪一个特别仪轨，你要念什么对他都有帮助。当然最简单的仪轨就嗡阿吽，甚至烟供仪轨144页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在里面有5-6个仪轨，你要念长念短都没关系。然后你念短，你愿意加念地藏经，那更功德更大啊。好，等一下我先请传习法师回答我怕他无聊。如何把心安住在当下，对不对？很重要的问题啊。这两天啊，这次朝圣啊，一开始朝圣的时候，很多人还以为是旅游，对吧？应该现在发现了，真的是朝圣啊！这朝圣，而且不是走过场，是用心去走心的，从心灵上去体验，追随圣贤，然后做圣贤，然后克服自己凡夫的习气，努力做圣贤啊！你安住当下啊，就是把自己心去做在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上，就是当下。啊，因为所谓的当下，《金刚经》里说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都是不可得的。但是你安住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啊，或者是戒恶啊也有意义，或者修善也有意义，或者修惭愧心也有意义，或者修大悲心也有意义，啊，安住在这个如理的安住在这个法上，这就是安住在当下。阿弥陀佛。好，念一下。活在当下，安住当下。因为文殊菩萨说了，当下一切都可以开悟啊，水也好，花也好，生老病死也好，你去思维它。那佛经就叫我们看清楚真相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从这里面去了解，花这么漂亮，它可以供养三宝，让我们快乐。花本身也是变化无常，所以花的本体是空性，所以这个花是不是佛啊？它可以变成佛再告诉我们说法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生病就生病，不要怕生病，快乐就你把快乐看清楚就好了，你把痛苦也看清楚就好啊，快乐痛苦都可以让你安住空性。所以就像打坐，脚痛，那你就把念头移到脚痛，痛痛痛就不痛，那还是麻啊。但是你就不要执着它，也不要排斥它。呼吸，呼吸也可以哦，呼吸，呼吸很容易平静，很容易你呼吸了，然后很多声音你就听得见，因为你专心了，你去看到过去没看到。做个比喻好了，
一个礼拜一要赶去上班的人，他从来不觉得 我旁边的花很漂亮。哪一天他礼拜天不用上班，带他儿子出来散步的，哎呦，花好漂亮！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他活在当下。礼拜一的时候，他赶着要去，怕被罚钱，对不对？要打卡，他就忘了周遭的这些东西。所以我想，学佛不是跑到哪里，你的家庭，我们出家在家都可以从这里面体悟真理。啊，但是你不要心不要乱掉，了解他，关心他，这是我们该做的，这样就好。今天你要准备要出去赚钱了，结果门口看到一个老人，那你就把他带起来，安慰他，帮助他，那就对了。你舍弃那个老人，对不起，我忙着要去赚一百万，你跑到那边，对方不跟你做生意了，因为你没有修这个福报。佛菩萨创造这个机会给你去看到真相，去慈悲，你居然不理他，那错了。玄奘法师如果没有去照顾那个生病的老比丘三个月，他就不可能到印度取得道经。悟达国师没有去照顾那个老病比丘，他就不能够在他得人面疮的时候而消除业障。所以我想，不管你碰到好事坏事，就看着他，关心他，这样超越他啊。就像我真不想走，我怕各位睡觉，我可以讲到明天天亮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认真，因为我常讲这句话，我俩没有明天哦，啊，要努力在当下。但是我没有感情，记住这句话哦，啊，感情就痛苦，啊，我们只有慈悲，不能有感情，啊，念下来，道人无情，啊，要如此。修道人没有执着，这个情不是说不关心对方，是没有执着了，可以了啊。每个事情都，所以各位永远记住一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点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的，念佛可以，嗡嘛呢叭咪吽可以，心经可以，意念传习法师可以，像我是念伽玛巴千咯，车要撞死我就伽玛巴千，砰死了啊，因为我会念着我的师父啊，这是我的点啊！你生命里面一定要有个点，你不能说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要死了，这样，因为你没有一个点，这个叫信仰的力量，信心一定要有啊，不然你会失去信心。我老了，我没钱了，我下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事干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我煮饭没人回来吃了，怎么办？因为你没有一个点啊，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一个点，一心念佛，好不好啊？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，你念地藏菩萨也可以。我师父讲，你念什么都没关系，你只要最后发愿去极乐世界就去了，这样而已。啊，因为世间善法都可以。最后跟我念一个咒，再发给各位的这里面啊，我很喜欢这个咒，啊，叫无修成佛。你只要这个咒已经印在上面，碰到水，然后对方那只鱼啊、狗啊，或是人洗澡碰到这个水，他不用修，他将来也成佛。哎，这个咒很重要，我特别要带各位念，念下来，嗡，夏沙哈，贝亚达卡，阿木嘎，桑巴拉，的，嗡，夏沙哈，贝亚达卡，阿木嘎，桑巴拉，的，嗡，夏沙哈，贝亚达卡，阿木嘎，桑巴拉，的。啊，你不会念没关系，都印在上面。这里面有欧玛尤拉格兰迪萨伯和孔雀明王消毒啊发财，这里面有大随求咒消业障灭罪成佛咒，这里面还有大宝万华的跟世界连在一起的标准的一种标志，母子连心。这里面有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哦灭罪成佛咒，光明真言。所以现在的科技很方便，里面也印，外面也印，啊，让我们，所以各位洗澡你要记得带哈，因为它这个水下去啊，无修成佛，啊，所以洗澡都没关系。有人问我说，那上厕所怎么办？那上厕所你就给它放进去一点就，啊，也无所谓，啊，所以只要因为这个佩戴解脱。
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为儿杀生，母子反目，杀食生命以自肥，不知灾祸上头来。静灵怀孕的时候吃过很多动物来补身体，她本以为会为肚子里的孩子增加营养，却不知道吃半斤还八两的因果道理。老婆，刚炖的鸡汤赶快趁热喝点吧。老公，前天不是刚炖过鸡汤吗？你现在是怀孕的，应该多补充一些营养的。好的好的。后来静灵的儿子生下来之后，为了给他补充营养，静灵和他的先生时常买一些鸡鸭鱼肉做给儿子吃。老婆，你看我给儿子买了什么好东西回来了？是不是鱼啊？你看我今天已经买了鱼，也不知道你从哪儿听的，说小孩子吃鱼会聪明，就整天买鱼给你儿子吃。你这条鱼算什么？你看我买的这条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它叫声怎么像小孩哭声的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娃娃鱼？对呀，这种娃娃鱼可是非常稀有的，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妈妈妈妈，这是什么呀？宝贝，这是一种鱼，由于它的叫声很像小孩子的哭声，所以叫做娃娃鱼。今天我做给你吃好不好？它叫起来跟小孩子一样，那我们吃它的肉是不是也跟吃小孩子的肉一样啊？啊，然而这条娃娃鱼最终还是被煮熟吃掉了。但就在当天晚上，周女士的儿子便腹疼不止。儿子，多吃点，这种鱼可不是经常能吃到的。肚子好痛啊，好痛啊。儿子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我肚子好痛啊，痛死我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快赶快去医院。好痛，痛死我了。医生，我儿子的情况怎么样啊？是啊，他原本都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肚子痛得这么厉害呢？多亏你们及时赶来了医院，否则你们儿子将会非常危险。他这是中毒，不过现在已经没太大危险了。中毒？怎么会中毒呢？难道是因为那条鱼？不可能啊，我们也吃过那条鱼，怎么就没有事呢？周女士的儿子渐渐长大，可是儿子的成长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，却带来了许多痛苦。她经常和儿子吵架，而且吵得非常凶。你烦不烦呢？我不让你管。我是你妈妈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以后你不准限制我的自由，听见没有，臭八婆！我告诉你，不准限制我的自由。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臭八婆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臭八婆！我说了怎样了？你竟然这样骂妈妈！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竟然骂妈妈！你还不如拿刀杀了妈妈好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，儿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儿子竟然想要杀我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周女士一家人经常吵架，有时候是夫妻俩吵，
有时候是和孩子吵，而且他们全家人的身体都不是很好。周女士经常头痛得很厉害，失眠，神经衰弱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昨晚一夜没睡好，头很痛，我感觉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。而周女士的儿子和老公也时常生病，有时候会一家人都到医院就诊看医生。周姐，你们一家最近是不是又生病了？哎，别提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年我们一家总是不顺。这样吧，改天我带你去忏悔班看看吧。忏悔班？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学佛的人忏悔自己罪行的地方，你去后就知道了。嗯。没过几天，周女士跟随邻居一起来到了忏悔班，在这里她才明白了自己家遭遇的这些事情都是杀生引来的果报。这就是忏悔班，我们进去吧。你家之所以会遇到这些情况，那都是因为平时杀生所造成的。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难怪有人说杀食生命以自肥，不知灾祸上头来，看来真的如此。是的，人和天地万物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一体的，不可以随意宰杀，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造下了很多杀业，自然会遭到果报的。师姐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现在只有多多放生护生，才能弥补过去犯下的罪业。周女士知道了因果报应后，便经常和家人一起放生，并且也不再吃任何动物了。从此，他们一家人变得非常和睦，也很少生病了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